大家好，我是黄瓯香。就今天小亮给我联系个一家采的桦树绒的，在家去看看去，然后瞅瞅去。这是你亮哥的地盘。我亮哥是他们村的百事通。我亮哥真是收水费的，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。来，你看看，这有大爷是开美。哎呀，这么多大鹅呀！杀了呀！这自己家养的大鹅。对呀、啊。站着就杀了。哎，大鹅不过冬吗？大鹅不过冬。哎呀，你看人家这鸡真黄啊、这黄，是吗？这过冬这些杆比猪还能吃。买，这大鹅卖吗？大鹅不卖。自己家吃。自己家吃送人。一般自己家养的人都不卖。人都是自己家送人的，对，自己吃，人家自己家养的人不卖。对对对，嗯，你能蹲下吗？你找个凳啊。他棚这都靠大棚啊。对。靠棚这院里暖和点呢。可以啊，还行。这样是干啥？这样发黑的，再亮的。小的也发黑的。嗯，这个东西就是好的，这样子。哎呀，采这玩意儿采一年，我看，可使。这样不好碰。不好碰。现在有些少了。现在你讲长得哪有采的快啊？啊？不是，关键采的人多。对呀，采的快，就是长得慢。我昨天放看我的朋友圈哈，人说俄罗斯他们有个新闻报道，这玩意儿。抗那啥了，疫情那叫什么？不敢相信，不能乱讲，这玩意儿乱讲容易抓进去。我现在长这是得长多年，它长，长得太慢了。太慢。嗯。老近了，兄弟。对，这样似的好。这也没多少哈、这没多少。这色儿挺好看。反正这种小的也都是，就是大个的，一捅捅砍不下来，这玩意儿硬，然后一砍砍碎乎了。但是谁的烟袋儿大块的？哎，小块的多方便呀，便直接就煮水了。你块钱买没有？都愿买小的。是要我就要小的。你要小，但是人要大块的，大块之间小块。还有那个直接破那啥的。你小块的，你一敲，然后你回家就泡水方便呀。你这大的你我打粉也方便。不方便。你这他妈的等等影，小块一小的他妈一等等碎了。对呀、哎，这玩意儿就跟烧的那个柴火棒子，然后烧糊的烙出来似的。这底下这个渣子好，也挺好。就这个渣子好。嗯，是吧？一会儿成型了。这没有多事儿，我这量都不费劲儿。房子多大平方？我这68。这才68呀？嗯。对呀、看着比咱家大。你说你可以啊？对呀，就乐意上人家看。哎，你家有事儿啊？这是你啥？是你儿子。哎，看你这房子。进去，我进。那不进我了。我坐会儿。你现在不卖卖啥菜吗？现在不卖啥了。现在不卖啥菜了？啥呀？哦，那里面还有小屋，那个卫生间，这还有卫生间，屋里还有卫生间，这么我们这村儿给整的免费的，这么好啊，我家那块是不是到时候也可以给整个卫生间？哎，你看人家屋里整个卫生间多好啊，以后不动屁股，哎妈，是不动，那夏天。等一下就可买，冬天对，我妈给也养的好啊，那我现在不行。我有。哎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瓯香，小偷干活一年多了，一直没有个奖励，钱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
我这回我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，他也挺开心的，但是不告诉他是啥，等我去看，我告诉我看看去啊，不告诉小道，不告诉小道，小道搁这听着呢。你带我上日杂买啥呀？买那个穿着吧。给小刀录了一年多了，给小刀买个奖品啊、哦！你看看大家伙看这啥啊？小前辈老张买，你看大了给他买一个。你看人家小孩，看看那人家小孩，看看人家小孩多好，别坐在这个滑雪板。不是，你坐着我拉着你。我坐不下。我坐不下去，那我坐你拉着我，我坐不动，我坐还坐不下，我拉还拉不了，你说你咋整啊？人家都给那么点小孩吧，我这么大人，以为我给买给我家孩子的，像不像？像，不知道以为就我买。你不戴手套？不能，留着，留着。实际上我是给我自己玩儿。走，我搀着你点。我给小刀一个奖励，你看看。你这不糊弄人呢？奖品啊！你这不糊弄人？不糊弄人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老高科技了，你看还带刹车呢，还带绳呢。小钱小刀没捞着玩哈啊，大了自己玩啊。嗯，回家叫我爸唠我。嗯，慢点，这家伙出来做个爬犁还得背个包。你那包里有钱呢，真的是，慢点啊！不用刷着哈。啊，你脚他那里，脚他这里。这样。对对对，嗯、哎，对。来，爸爸来，我抱着你，来，爸爸。来，爸爸。妈，你太沉了，能拖动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爸爸，来，姑娘。你让他跟着你俩，你看。让爸爸你来。我是那个拉车的牛。你坐吧，你坐的挺好的嘛。你坐。好玩吗？好玩。这不是说给我买的礼物吗？我先替你坐着，咋敢？我拉你上哈尔滨啊！你给他拉哪块扔了？不要了吧？对，前面就是垃圾箱，甩垃圾箱里得了，爸。妈，小谦都是你爸拽着你，这回你爸老了，你拽着你爸。哎呀，哈哈，哎，这姑娘干啥呀？你不，这样姑娘啊，往坑里拉呀？啊？看出来了。哪有这么坑爹的？你看这坑爹的往沟里拉，啊、你看这么坑爹的。来，我好好唠。我唠着你。哎呀，我唠你，你坐吧。坐着，坑爹，坑爹，小棉袄。哎呀，坑爹的。嗯，往坑，他要往沟里拉呢。啊。哎，哎呀，姑娘，给爹给扔沟了，不要了。小刀总想把刺耳牙扔在沟里去。坐，你坐。多不好意思，总。哎，坐吧。来，我们大毛子，我告诉你。慢点坐啊。妈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给大毛子整毛了。好了，不弄你了。哎呀。受伤了，刚刚再叫你修大毛子，我要给你训练成为雪橇犬。